中华民国驻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朱文祥大使及随同人员向关帝及五祖致敬。主记者就位，请朱大使就位，聂主席就位，吴委员长就位，中华会馆主席梁永泰就位，林智者就位，上香，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李晨。各位是非常幸运的一群啊，能够在这里见证到自由民主的可贵，也希望你们支持中华民国台湾，让国父的这个遗志啊能够得到展现。然后呢，也透过你们大家的帮忙，让我们整个华人呢在主流社会有立足之地。因为各位，我知道秉公堂培养了很多人才哦，中华会馆主席有那么多位，有那么多的这个前辈，那个监事长各位的前辈哈，我想就是因为你们大公无私，发挥国父的博爱精神，那心有度量呢，整个格局就会宽广。这是我对秉公堂的一个非常非常敬佩的地方。再一次的感谢哦，你们除了这个为大众服务之外，你们还为了后一代呢，也不断的在用心栽培哈，在各方面我们都是点滴在心头。非常的敬佩各位，也谢谢各位给我这个机会来到这边跟各位结缘，谢谢。咁呢度顾问，顾问跟住何顾问，我哋廖美华副主席、康祖玲啊、副监事长到嚟大会贵公所，拜师啦，拜师啦。